我们今天要把这个马吉变成什么？长长的纸片饼干，我们来挑战看谁可以撸到最长的纸片饼干，要不要？等一下，我们把它打开来好不好？好。而且它说要美人鱼。那你挑一个，我们打开來。它这个很可爱，妈咪拍一下。好可爱呀！哎，阿弟一包那也包公主啊？一包只有一个公主是不是？长发公主，那我最爱的。好，那你等一下让长发公主的长发变成长长的马吉，有可以吗？嗯，马吉。他等一下用这个挑战，露露等一下挑这个，那爸爸挑唐老鸭好了。啊！哦，他也不挑你。那妈妈呢？妈妈挑米妮。不要是我的。挑猪猪。好，好，开始挑战哦 ，Let's go， 走。嗯。好，我们现在做实验哦，露露，我先当米了。我先试试看一个好不好？我先试试看唐老鸭。不行哎。可以。露露不要接近哦。看谁的最长，好短哦，超难用的，好不好？可以哦，你的香味，加油！很长哎，断掉了，你要不要吃？好啊，这可以吃吗？可以啊，这是饼干呢。我想要吃。你有没有看到唐老鸭正在融化？我说你不要碰哦，烫烫了。看到了，唐老鸭被融化。好了好了。这是什么马吉纸片饼干？好吃吗？你用长发公主啊？不要，我想要这个。好，那打开。那你用米妮哦，抓着你的手好不好？如果小朋友要玩，大人一定要抓住他的手。没有烫吧？来看妈妈的长度可以到多少？来给妈妈用这个。好，待会等一下。哇，妈妈的更短。妈妈，哇，真的很烫哎。啊，掉了。没有，我们要比长桌子。妈妈只有这样子而已。我看我好可爱一个圈。妈妈只有这样子而已。我吃一口看看。你的怎么那么短？因为妈妈，你刚刚手是不是觉得很烫？太烫。那我们今天露露实验室纸片饼干怎么样？成功。好，可以吃了。看露露，你看膨胀哎。其实气炸锅烤5分钟就差不多了，我要吃长发公